的瘦腿秘籍太牛了，练完之后大象腿秒变美腿精，蜜姐独家360度无死角瘦腿教程，三个动作让你轻轻松松拥有大长腿，我的学员也跟着打卡了10天，你看看这个效果简直脱胎换骨啊！这么有效的瘦腿秘籍还不赶紧收藏练起来。动作一，剪刀腿，这个动作可以使大腿内侧肌肉更加紧致。动作二，弓箭步拉伸，很多女性经常走路，这个动作可以保持腿部线条细长。动作三，俯卧踢腿，注意上半身保持一条直线，不仅可以让背部挺直，又有提臀的效果。